咁冇啦，系咪啊？咁我食咩？唔使食啊。嗯。佢三个仔女而家仲读紧大学，为咗养大佢哋，黄生话几辛苦都要做落去。冇啦，唔好走鬼就得噶啦，喺度摆米，喺度摆啦。起腿系重灯啊，起腿系重灯啊，起腿重啦。尽量令佢减轻佢嘅负担咯，即系譬如话有啲咩长假期，尽量自己出去搵下啲暑期工啊，赚钱。或者即系如果屋企真系唔掂嘅话，自己都有钱储住，可以俾住家用先咯。打交啊，佢成日人哋搵食喎，佢两餐都唔过得，俾佢捉到哥哥叫俾佢捉咗咁多次，又全部俾佢充公晒。睇佢啊，依家人哋冇得食啊，个个去攞救济金，你又攞一嚿冇俾人哋攞先。咁人哋審啫，好多真係香港好多人真係好慘啊！啫嘛，冇嘢做，好似我唔好話人哋，我自己就係啦。如果我冇，你唔俾我埋啊，做啊做小販，唔俾我埋啊，我國家點樣過日子？我請問你啦。有人因為揾唔到工，做小販去維持生計；亦有人做小販做到企業化，賺到盤滿缽滿。Gary 出身喺一個小販嘅家族。他说跟他们家族有关的小贩档位总数接近30个。由我阿爷开第一档，咁样后来我阿爷死了，就我老豆就买番薯子同就养头家，后来个个大个啦，咁自己个独立，咁还是都系读唔到书噶啦，根本又冇钱读书，咁样譬如买街边啦做开，咁咪一档一档咁样做几廿年，之后到其他佢哋结咗婚啦，嗰啲老婆啊又过嚟帮手，然之后再扩展，一路咁开，一路咁开，如此类推咁样。香港啊，有七至八成咧，都系我哋。